先接收身边一张正方形的纸出来，完全一样是正方形。首先将它接咗做对角，三角形先，就变成咁。然后再将它对折多一次，变咗做咁细个啲。然后再拆翻开佢哋。下好，就拎一就将一个位置接落去，头先接嗰个尖尖位，即系呢个，然后再将下面嗰接埋佢，搭住上面嗰一个，然后将佢向上接，再向上接多次，咁个心心形已经出咗嚟啦。你接好咗，真应该会系咁嘅，然后再系掉转后面，接少少，我接晒佢，因为就扁咗啦个心心，要咁样，下面第二个都系咁样，咁就完成啦。